大家好，我是孙世前。不知道大家对之前的两款典藏机甲皮肤是否满意？随着赛季的推进，我们又会给大家带来两款全新的典藏机甲皮肤。第一款皮肤是中子星的，中子星的机体造型比例与机动都市当中绝大多数的机甲都不同，五头身的比例非常可爱，而我一直很喜欢做有差异性的创作。之前我有提到过，士气是军队战斗当中的命门，仪仗队在军事当中或许并不是最抢眼的作战部门，但是重要在有着提高士气的作用。此款皮肤在造型风格上加入了仪仗兵的元素，赋予它更多的装饰细节与纹样，装备精良，军容整齐的仪仗队对鼓舞士气有着莫大的作用，给人类军团带来胜利的鼓舞与期望。它就像一面战旗，无论火力强大与否，都将鼓舞着战士们的战斗意志。第二款皮肤是 AI 军团强大的新型机，它属于末日三重奏。末日三重奏的背包是我非常喜欢的设计，非常有新意，而且兼顾了合理化。机甲的腿部设计更是致敬了机甲世界当中一种经典的路行移动方式，远中近三种距离都有着相应的火力模式，如果是驾驶高手将会有非常强的战场统治力。 AI 与人类不同，没有士气的概念，也更机械化逻辑化，是一台冰冷的战争机器，所以在外观风格上采用了极简风，没有多余的装饰。机甲外观带有颜色的部分都是本体以外的功能部件，这样可以呈现出 AI 的机甲都是由不同的生产线制造出来的。至此，本赛季的四款机甲典藏皮肤就为大家呈现完毕了。除了本赛季的兼修，一些跨次元的合作设想也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之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让哪些游戏内容在现实世界当中去呈现。